朋友的幸福可能跟止痛药有关系。这是美国一项新的研究发现呢，男性如果每一天服用阿司匹林等等非类固醇消炎止痛药达三次，那么连续三个月之后呢，发生不举的几率较其他的男性多出1.4倍。医生说，以前没有这样的说法，原因还需要厘清。有可能是需要长期服用这类药物的男性，恐怕本身已经有心血管疾病等等的问题，而影响了正常的这个性功能。